春节过年期间 ，BTS 志明传出确诊新冠肺炎，令人感到惋惜的消息是，志明还因为阑尾炎手术而住院，庆幸手术很成功，新冠肺炎也痊愈。志明顺利出院后，好好休息的同时，去年在美国演唱会时，现场工作人员的后记也在网上疯传，成为话题。我们赶快一起来看看。去年 BTS 时隔两年在美国举办为期四天的实体演唱会，不仅吸引众多阿米们前往，就连美国当地的流行歌手也参与其中担任嘉宾。 BTS 在美国的演唱会盛况空前，每一场都爆满。虽然演唱会已经过去一阵子了，为了让大家回忆当时盛况，美国阿米们在网上分享相关贴文及影片，而曾经在 SoFi 体育馆担任工作人员的相关人士，他公开一段亲眼看到 BTS 志明的感受后记，在舞台下看到的志明是一种别有一番的感觉。他透露，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他会给志明100分。接着他表示，志明就和大家想的一样，真的很有趣，也很可爱，脸上总是面带笑容。Jimin is exactly how you think he is. He is absolutely the funniest thing, the cutest thing ever. There was not a time that he did not have a smile on his face. 他还说，志明就是我们所认识的志明。一起移动到其他场所的时候，也很与众不同。移动的过程中也很好动，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但是他和身边保镖走在一起时，他突然停了下来，然后做了像是舞蹈的动作。And was constantly just moving around. I don't know what it was, but he would stop. He would literally be mid-walk with all his security and just stop and literally just wiggle. Do a little dance move, something. And I would just stand there and be like, why? Why did you do that?他还说到，志明给人不是那种负面的感觉，而是真的很可爱，真的特别逗趣，让身边的人都跟着笑了。应该说，志明是搞笑、逗趣且可爱又外向的人吧。Like this is so cute. Like he is so freaking funny. He made literally any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walking in with him just laugh. Very funny. Very cute.Very outgoing. 作为 SoFi 体育馆的工作人员，可以看到巨星们舞台下的真实样貌，还挺令人羡慕的。听到志明确诊消息的同时，还做了手术，让阿米们十分担心。希望康复后别再生病，调整好身体及状态，期待可以重新看到充满活力又面带笑容的志明回归。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 K 报。